团的尾牙现场，我是新梅。为了答谢各位过去一年的付出，本集团重金礼聘了一位韩国巨星来到现场喽。现在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孔刘。大哥，我们请的是孔刘，你这位礼仪师可不可以先？什么礼仪师？回到你的这边尾牙，怎么会礼仪师？你穿这不是礼仪师吗？我们请的是孔刘。不好意思哈，厂商的期望跟厂商的预算往往是有落差。你们给了那么少的钱，所以你们请到的是台湾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大哥，你去查清楚，我们公司今年请孔刘的出席费是200万，200万的预算哦。那我来200次，这样应该够。到底要不要录影？不好意思，今天录影你穿这样干什么？就是少女白裙。家有喜事？什么家有喜事？谁家有喜事会穿全白？礼仪师跟少女白裙都来了。对啊。你有没有发现我脚都不敢踩出去？怎么了？因为我怕我一踩出去会 Elsa 会结冰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来的都是各大尾牙的知名主持人，他们等一下还要赶时间。对啊，我们在这里歹戏托捧干嘛？赶快录影了。哦，那可以录影了，是吧？可以可以。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智多星》，一起动脑筋。真的，每一次员工最期待的就是年末尾牙是抽奖，感谢体恤员工。那有时候如果年底太忙没有办尾牙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开春的时候也是请春酒，春酒哦。那有时候大家各个大公司都在比说，哎，我们今年尾牙请了哪一些国际巨星来到现场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以我们艺人朋友来说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也没有年终奖金啊，谁会给我们年终奖金？但尾牙最后的这个年终的这些活动，也是我们赚年终奖金最好的时候。对啊，确实。那我们今天先欢迎两队的来宾，首先绝无冷场队，欢迎张立德，还有我们可爱的图杰，以及双声道的柯念轩。那我们高潮迭起队陈大天、蔡云熙、秦雨婷。怎么样？尾牙因为是 live 的，对，所以现场状况百出。对对对，有一次尾牙，哇塞，为了要拱家嘛，马上口误失言啊？什么意思？直接掉场啊？怎么了？怎么讲什么？就因为想说要帮那个大家争取福利嘛，就说我就抱持着没有下一次的机会，就讲出了这一句话。没有下一次，没有下一次。然后那个老板立刻说，什么叫没有下一次？啊！老板有听到？然后我就我的意思是说我主持没有下一次。自嘲，自我牺牲，我忘了把主持这两个字讲出来，我就算了。第二年你看到的是张立东，太气了，可以可以。但 OK 了 ，OK， 确实是失误了。对，因为有的时候加码哦，人家讲说，哎，你要拱老板加码，那为什么要叫我？对，其实加码这个很恐怖，很巧妙，因为有时候你喊加码，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老板愿不愿意，有没有准备。对啊，对，就无缘故把这个钱拱出来。是，听说啊，你也遇过主持是加码到上台的员工他都认识，比如说抽到蔡云熙哦，我们不会说，哎，云熙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他是谁？蔡云熙，哎。不是你吗？是吧？对，已经加到员工都上台好几次了。我不讲哪家公司，他们家是做那个电脑里面不是都有风扇，散热嘛，是不是？哇，卖到对岸，卖到全世界去哦，厉害！去年的营业额40多亿啊，整个公司只有43个员工啊，连警卫大哥，因为他们只请不到10桌啊，警卫大哥也坐在那里。为什么我知道他是警卫？因为他穿警卫大哥的制服，坐在那里支尾牙，然后我抽奖从。一个人10000抽到一个人300000，哇，还抽不完哦。那位警卫大哥，因为他穿着制服，所以我一直看着他最好认嘛。他起码他就那个晚上他就上来2-3次，真的。他那天就领了100000，哇。然后他从头到尾哦，只有请我跟那一位活动主持人，就我们两个。我们说啊。怎么一般都会请，比如说歌星啊，乐团热场啊，完全没有，抽到就我们两个。那我们说，那中间怎么办？他说我们有卡拉 OK，
啊，随便谁上来唱一首六千。哇！你该不会就认领十首了？照领六千。如果是我，我都想上去唱了。可以啊，对，那立冬一定最厉害，绝无人场啊。对对对对，对啊，你骗了几场？因为那个其实厂商或老板的热情其实是很难去阻挡，对对，你很难去拒绝的。盛情难有一次就是他们在那个董事长在致辞的时候，就致辞到一半。他说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我最欣赏的主持人张立冬来为我们这个公司主持。通常他这样讲的时候呢，旁边那个特助他没有那种特助有没有，我就看到他公杯在倒那个威士忌。哦，倒倒倒倒倒威士忌公杯，对，然后倒倒倒很满哦，然后他就拿给那个董事长，董事长说来立冬帮我跟要给你的，对对，我以为他要跟我一起，你知道，来立冬帮我跟这个全部公司同仁来敬一杯，帮你扛，然后就这样子，那就敬大家就喝了，喝了，因为全部掌声都在看你，你很难不喝，对，你也很难说，董事长要不要跟你喝？没有，喝完了，我就想先敬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换董事长夫人也有致辞，嗯，然后呢，他就致辞到一半，他说：“其实立冬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找你来是我极力推荐的。”然后讲到一半，我又看到那个特助他又在倒，公杯又倒满了，然后那个董事长说：“来，立冬。”帮我跟全场的公司同仁来敬一杯。所以你的功能是不是我怀疑说我是来参加婚礼还是什么，你是主持人对不对，然后我说好，那就这杯就敬大家公司业绩长好，然后就又喝了，又喝完了，敬业敬业，已经开始觉得身体很热了，已经热热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那个董事长也很开心，我主持到一半他就已经把麦克风抢走了，然后他说：“那我跟你主持。”我说：“好好好。”那可是我们只有上半场，下半场还有玩很多游戏什么的，对，所以中间就有乐团在那边唱歌，我在休息。然后休息的时候，我想说：“哇，真的是不行，我要盯住，盯住。”可是我就眼皮会越来越重，对。接下来我就陷入一种昏迷断片，就断片了。然后接下来我再把眼睛打开，我想说怎么有点吵吵，我想说怎么有人走来走去，我整眼睛张开，全部人在离场。已经结束了啊！整个下半场我没有参与，所以你连最后说来来，我们一起明年见，都没有讲。那是谁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连钱？我吓到，我吓到，我是一个站起来，然后我就余光就看到董事长就跟我对眼了，他就走过来，然后我就很害怕，我就说董事长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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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他走过来，他就来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特助在旁边咕噜咕噜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他就说立冬，我今天主持的太好了。整个没有冷场，因为董事长喝醉了，下半场他其实也忘记了，然后他还塞给我一个红包。那到底下半场是谁主持的？董事长，董事长自己主持的。对，他很开心。怪不得你们今天是绝无人场，绝无人场，很厉害，连喝醉断片都可以没有人场。那聂轩呢？我跟你讲，我是真的超糗，我去主持那个歌唱比赛，然后我开场的时候呢，就站在台中间那样气势磅礴开场，然后讲完之后想说，哇，我真的太棒了，就是Wonderful 这样，然后讲完之后我就要转身往侧台走，然后我那天穿的那个高跟鞋其实有一点久没穿，然后我往侧台走的时候就觉得，嗯，怎么有一只脚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松松的，哈，松松的，不是，然后你还高跟鞋拿起来，平常嘿嘿，朱启啊，听到那个脚脱落的声音这样，然后想说，哎呀，有一只。这个鞋跟鞋底留在台上，分离了，分离了，而且只有一只脚分离。因为我就想舞台有的是用组的，而且有时候踩到缝，鞋跟鞋底太久没穿，它就掉那个底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维持我的优雅跟镇定，然后我就踮着脚这样就走在旁边，然后想说应该没有人会发现。姐姐，你就一边走一边唱，他这样就170、180、170、180。然后这时候我就瞄到那个台中间有一个黑影，这样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这样，咻。把他帮你捡回来，而且他下一次出场，他没有拿麦克风，他是拿那个鞋跟。鞋跟，还可以接电话。没有，因为那个尾牙场合状况太多了，所以临机应变真的很重要。对，不止临场反应啊，平常口条也要够好。那今天两组呢来比拼，获胜的队伍有机会可以得到10万元的家电哦。好，那一起进入我们的资格赛，脑力对决，变变。吃米饭后要拜什么？各吃几件爆发鸡蛋。我们常会说假规矩拜九桃，但其实后面还有两句，请问是哪两句呢？ C 啦 C 啦，拜猪桃啦、感觉米饭还是要靠水去灌溉的，一定要选 A 啊。对啊，果子从树上长出来，啊、哦，不然就是田里长出来啊。醉造桃，对啊，水有源头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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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当尾牙的活动的主持人，语言很重要。对，而且最厉害的是会跟着整个环境的氛围，有没有？像念轩的话，英文也可以嘛，云溪英文也可以啊。是。对，那图姐有时候户外会遇到要可能要说台语啊，带气氛啊。中英台。对，中英台，我相信在场各位都是三声道啦，很厉害。今天我们就来考大家啦，台语买通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哎、欸，还正在准备。哎，好，请抢答的时候再按哦。对，请抢。早按晚按都是丑一哦。是啊。丑按就立刻出去了。丑按会有之前的对对对，之前的问题吗？准备好了哈、哦，来，请出题。台语俗谚：假威给敏悠悠，假桃给什么什么什么。A. 庆红修 B. 冷翠秋 C. 免忧愁。尾牙跟头牙差在哪里呢？请抢答，大天。我觉得吃尾牙面悠悠，假头牙应该是庆丰收。庆丰收，因为你要庆丰收嘛，你才有这个继续尾牙吃完才头牙才能吃，就等于说去年营业的很好，今年继续。是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抱歉答错、啊，来来来，立冬，你们的机会来了，不会是我的专长，挑咖连翠秋，连翠秋就是你本人啊，够挑咖，对，你的歌、啊，你的歌、啊，方顺吉，是不是陷阱？挑咖连翠秋，为了你出陷阱，跟边优秀感觉有一点那个平音调有点平。哎呀，边翠秋好像比较对，念起来比较对，还是边优秀？哎，因为边翠秋应该是歌而已、啊、所以立冬，我感觉是边优秀，边优秀，这个答案对不对 ？C， 抱歉打错。你的成名曲，你不打？边翠秋，对。冷翠秋吼，就是很从容的感觉，因为其实尾牙像我们的话是农历的十六要拜土地公，就是叫牙做牙，那尾牙就是一年的最后一个牙，叫十二月十六号。那通常呢，假尾牙的时候就是会决定你这个员工好或不好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很怕鸡头像，就代表哎你要被fire了，是你对。我们现在的尾牙是因为可以抽奖，大家开心。对。但是以前的尾牙是老板要决定你可不可以继续留下。哇。对。那为什么假桃诶扔出去？就是说，哎，代表我去年的考试过喽，我今年假桃诶，代表我今年可以再留一年喽。哇。所以就是很从容啊，假桃诶扔出去。就是形容那个心情不太一样。对。哦。那现在这一题就没有人答了。来。答对了。来，老师请出题。台语俗谚当中，人吃脆脆，鱼吃长流水，其中脆脆指的是什么呢？ A. 口水 B. 口疾 C. 口才。脆脆是什么呢？请抢答。哎，图姐，还有人吃脆脆，人吃脆脆，我觉得这一集发的是主持人，所以应该是口才吧。哦，脆吧 ，C 吧。逻辑正确，脆脆，对吧？脆脆，脆脆 ，C 这个答案对不对？口才，恭喜答对。对啊，人吃脆脆，鱼吃长流水，就是说人啊，你靠好口才好生存。那鱼呢，要生存是不是要靠那种细水长流流动的水嘛？所以嘴巴好、口才好的人，人际关系好，你自然就吃得开啦。口才啊。好，那绝悟人场队恭喜获得一分。哎，老师请出题。用来感叹社会势力，我们会用有钱乌龟坐大厅，无钱秀才人人惊。请问乌龟是指什么呢 ？A. 好色的人 ，B. 咬着钱币的乌龟 ，C. 开查某囝的人。就是在讲人很势利啦，是有钱的话，乌龟买使坐大厅，啊，若无钱吼，秀才人看了你嘛惊。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乌龟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抢答。来，念轩，我的答案是，应该不是 B 吧？应该是，因为它下面是秀才嘛，所以要对照的是应该是不一样的人。嗯，哎，跟 C 很像呢。所以是谢姑吗？还是可以找我变的？谢姑呢？会势力，那感觉到你们是不是他自己开，然后他也可以做大厅，是这样的。
所以你们的答案是 A 好色的人。好色的人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好色的人，抱歉答错。机会了，机会了，换你了。来，那你们觉得呢？答案应该是 C， 我觉得是 C。C， 那你们知道 double gang 是什么吗？对，就是算有钱，但是是就是可能在当时社会算是比较底层的谋财的方式，可能大家没那么认同。这个答案比较逻辑比较正确了。对，如果他就是个咬着钱币的乌龟，太荒谬了吧？对，没有对照，蛮可爱的，不是人呢，不是人呢，很难说，因为有的答案就是那么荒谬啊！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们觉得应该是 C 啊 ，C 这个答案对不对 ？C， 恭喜答对。我们以前那个妓院里面不是会讲龟公龟公，所以欧姑妈阿姨的亏查某囝的人，其实这整句的意思就是说，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就是感叹说有钱跟没钱的差异。你有钱的话，你管你什么职业，你就可以当大厅当主人；啊，没钱的话，你即便是秀才学富五居，人家看了你也害怕。对，来恭喜1-1平手啦！老师，请出题。我们常会说假归忌拜糗桃，但其实后面还有两句，请问是哪两句呢？ A 假逼崩拜残桃， B 假逼崩拜无桃， C 假逼崩拜追桃。这题有点难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米饭嘛，对，可是种田要有牛去耕嘛，水稻又有水，又是在田里，到底是田还是牛还是水呢？请抢答。哎，你好快哦。应该是 A， 我选 C 啦 ，C 啦，我选 C， 拜猪桃啦，猪桃他丢吧，追桃，为什么是 C？ 因为感觉米饭还是要靠水去灌溉嘛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以甜来讲太正常了，是，好不好？所以应该是追桃，会吗？一听就是很虚的一个解释。那如果你们选，你们会选哪一个？老实讲，我们的话，树跟田，我们不能跟他讲啊，我们家不能讲。没有，他已经这样，他对或他已经锁定了。那我们一定要选 A 啊 ，A， 因为他们对这个树嘛。果子从树上长出来，然后就从田里长出来啊。它蚕桃型的，因为甜头在哪里？甜的头在哪？蚕不桃了。头是应该是一个，就是发源地啊，最上桃。对啊，水有源头。对，对对对，蚕桃。你还要去这么远的地方拜，太远了吧？拜拜田就认真在拜。好像两边都有道理哈。现在绝无人场的答案是 C， 拜水。好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抱歉答错。那你们高潮迭起，对，他的答案是 A 哦。哎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恭喜答对。就是甜头是哪里？你跟我说。蚕桃的是哪？蚕桃的是那块田，就是那一块田地。懂得感恩呐、啊，对，假归忌拜球桃，从树出来的嘛。假米本从田出来拜蚕桃。是啊，饮水思源的意思啦。对，要记得哦。哎，好，这边讲什么？水。对，要记得谢谢孔牛啊。谢谢孔牛啊。是。哎，来，哦，高潮迭起，对，两分。老师，请出题。古早人讲偷拍掠鱼是红衫穿一半的代志，请问红衫穿一半是什么意思呢 ？A 比喻非常辛苦 ，B 有生命危险 ，C 太阳很大容易被晒红。对啊，这个红衫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抢答。来，云溪，来，我们现在在开始讨论。我觉得有可能，我觉得有可能是 C 耶。红刷就是红色，而且其实讨海人是很，的确是很辛苦，没错。可是跟红好像没有什么关联，比较有可能就 B 跟 C 啊。但我觉得 C 的答案比较有画面。所以你们答案是 C。C 这个答案对不对？容易被晒红吗？抱歉答错。来 A 跟 B 你们选，图杰。
我选 B， 我觉得是因为有生命危险、嗯、就是你出海之后你不知道有没有回来的机会，所以那个红可能是身上的、嗯、对、欸、很多啊，以前那个比较不发达那个年代啊，不是说那个女孩产妇生孩子就是鬼门关前走一 走一遭，因为有可能就这样走了，是血光之灾了。对啊，就是那个生小孩有没有吸鬼挖油汤，西北鬼茶被帮，对，意思说你过了就是坐月子吃麻油啊，没有生过哎、那你就关进棺材沙被帮啊。对，那所以你们答案是 B， 有生命危险。哎、这个答案对不对？生命危险，恭喜答对。怎么告诉你的？昂沙的是流血捞会吗？逃海九死一生，风险很高啊！说遇到一个乱流，整艘船都没了。对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不容易回家，老婆突然怀孕了，还在想是谁？很搞笑。后面这一段是谁？有些感触。我的喜剧节奏比较不一样。哦，没有哦，后面还有一段就对了。没有，听走。昂沙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对，风险高。哦，哎，恭喜2-2平手哦。怎么会？你怎么会跟对面这一对打成平手？这怎么会有高潮迭起的感觉？欸、人家念来云溪政大，对不对？对，念兄也是政大啊。哦，于婷也是政大，于婷也是政大。哎呀，我住政大。哎，政大附近。哎，立冬。哦，什么全台湾17名？全国第17名。全国17名，好厉害！哦，17名又很厉害哦。全台湾呢？门萨会员，云溪是门萨会员。门萨就是太冷漠了吧？门萨有点像那种类似，有点像光明会还是什么？哎，没有，我解释一下，它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智性智慧的智性的组织，全国性的组织。然后你的智商呢，必须要在全球人类平均的前2%。你才可以加入这个组织，前2%。那他一讲完那个什么第十七名，那个要讲这个干嘛？对，注意现在是2-2。对，2-2。决胜题喽！到底是2%厉害还是17名的厉害呢？哎，那答对的呢，下一阶段呢会有优先的答题，没问题，这差很多了。好，来，老师请出题。一介人做代志，严格搁古摸，喜欢度过上什么什么什么的人，请问中间应该要填上什么字呢 ？A. 拍霞嫂 ，B. 拍画面 ，C. 拍剃头。令人期待的尾牙环节，开奖结果都在比惨呢。应该就是抽奖了吧？真的，最终大奖，头奖，抽出一个最大奖，一个人独得50万。结果他是高雄分公司上来的，说要去赶高铁，人已经不在，当场重抽。哇！我上次有一次啊，就是抽到最大奖，汽车一台。对啊，啊那个人不见了，在上厕所。对啊，吐啊有可能，很常是被推上去的，推一台轮椅上来领奖，他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就蹲在那边，然后大家就这样跟他合照。一介人做代志，严格搁古摸，喜欢度过上什么什么什么的人，请问中间应该要填上什么字呢 ？A. 拍霞嫂 ，B. 拍画面 ，C. 拍剃头。就是严格古摸哦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请抢答。哎呀，于婷，我就是一个直观觉得拍不好剃头。拍剃头，对，这个发型要求太龟毛，要求很多。哦，就是头发一点点要怎么修，它都很啰嗦。我个人这么觉得。是拍可以是吧？是吧？可以。相信答案对不对？拍剃头，恭喜答对。厉害，两趴。那个，因为我们讲严格个严格个古毛，拍剃头就是你要想哦。你要剃一个人头其实不容易，因为他很容易就晃又晃，你要完全的把他安抚按耐好，他才会乖乖让你剃头。所以就是说不好安抚，不好顺他的意，不好取悦他啊。拍霞嫂就是口气不好，你叫拍霞嫂会冲啊。啊，拍跨屏就是啊，你是要我要拍跨屏，你要让我丢脸，让我难堪这样子，所以是拍剃头。恭喜我们高潮迭起队3分获胜，好，3-2啦，一起进入我们的百变大调查。
今天要考验大家的是最令人期待的尾牙环节。对，这是跟网络温度计合作调查出来的前八名，名次越高，分数越高。是的，因为大家都身经百战啊。是啊。你们想一下，你们主持的尾牙的这个过程中，员工们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环节？应该就是抽奖了吧？真的，啊、最终大奖，对、啊，头奖。奖落谁家？这个大家最期待啊！兴奋的兴奋，对，每次都为了等这个。我有一次主持一个，因为他我们环节到尾端都是最后面，对。然后他可能到九点多抽出一个最大奖，一个人独得50万，结果抽到，假设抽到梁鹤群，嗯，但是他是高雄分公司上来的，说要去赶高铁，人已经不在，当场重抽。哇！真的，我上次有一次啊，就是抽到最大奖汽车一台，对啊。啊，那个人不见了啊！他在上厕所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吐啊，有可能，很常是被推上去的。真的有哎、欸，得奖的时候在后面推一台轮椅上来领奖，他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就蹲在那边，然后大家就这样跟他合照。好，抽奖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抽奖第一名！哇，哇，哎，48.7%等于有半数的人就是在等抽奖，对啊，不然来干嘛？我来吃饭的吗？而且不止哎，还有什么不止是奖金啊，有时候什么小家电啊，还有红包啊，或什么股票啊，公司的股票啊这种。然后如果他说什么一人只有一张签的话，前面在抽奖，大家就想说不要叫到我，对，不要叫到我，对，那前面一抽先抽到1000块了，我那还不开心，对。很闷，整个晚上很闷。恭喜，脸就臭。抽奖50分，50分。好啦，最大奖被拿走啦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会有那个什么，你抽到奖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是主管，他就会说什么？抽奖出来哦！如果要往上猜，应该要往这个猜啊，奖跟奖金比较有关系。但是你，我直接跟你讲，你这个捐出来是在抽奖抽中以后，抽中对啊，我一定是先期待我被抽中嘛。对啊，所以你想一个类似的加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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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加码好了，加码加码，希望老板加码，对啊，因为加码通常比抽奖都是加码都是抽奖里面最大的，隐藏的加码都超过奖项哎。有啊，我上次有一场，他最大奖就一台汽车嘛，对啊，然后三台摩托车，对，啊抽到后面变成3台汽车，12台摩托车，太多加码越来越多。我跟你讲，有的是本来就已经有了一个 bonus 的加码名单，对对对，但有的真的是老板，我那天嗨了，自己喊出去，哎，喊到那个特助真的会上来说，哎，叫我们老板不要加，真的超，对对对，叫我们上去懒的，对，所以你们答案是加码加码加码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加码第3名，所以有，对嘛？主管抽到红包、人气奖品哦，捐出来，或者是老板呢，再把奖金加码上去，奖项也增加，这是很多气氛高涨的环节。有啊，有一次就是啊，我有主持过一场，就是有一位长官级的人物上台啊，就说啊，前面抽什么1万2万，一个人10万好不好？大家都很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就看了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主桌有点骚动？啊，那不管他哦，10万抽，哇，有一个员工抽了，哇，很开心，从台中央这样跳上来，哇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然后完了以后啊，因为那个长官喝醉了嘛，他就是说啊，10万你们觉得够吗？啊，不够，不够，20万了吗？那个主桌的已经有2个站起来往我这边走过来，然后我就台上嘛，我就蹲着啊，他就跟我讲。把他拉下去，不要让他再讲了。我说把他拉下去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不是你们请来的长官来抽奖，不是他讲多少，不是从他口袋，是主桌要凑出来。啊，比如说他说10万，主桌那些老板就要凑10万出来。他说20万，那些人就要掏20万出来。所以他一直在喊那个才主桌的受不了。不要他钱，对，都废话。那不是我的钱，我也上去喊啊，100万通通有奖。对啊，反正不关他的事。对啊，那我们就说啊，不好意思，哎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抽哈。那我们来休息一下，我们来听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啊？就赶快把他推下去。他说我不要，我要抽奖，我不要。那你自己拿钱出来。好难。恭喜40分，来这边。谢谢。嗨嗨，我觉得就是刚刚小梁哥的解围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歌手表演。没错，对。这个很期待，因为大家都在比说各家公司可以看到什么巨星登场，而且都会上新闻啊。其实有时候大企业会说，今年哦，台插电
啊，红叉什么的。今年最猛就是请韩团的那个，对对对，那个都很期待，就连去表演的艺人都很期待看韩团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歌手表演应该是哦，歌手艺人表演，因为这也讲出乐器其实很有面子。对，真的，今年请告五人啊。对啊，哦，我今年我老板告我们公司五人。没有这一种，我们今年请梁鹤群啊，很好，很开心，梁鹤群啊，值得，谁在哈？艺人表演，艺人表演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五名艺人表演，对吧？大家都会比拼谁的阵容比较大咖，对不对？而且听到名字我就哦，公司财力不一样哦。真的真的，恭喜二十分，累积七十分了，七十分，七十分。哎，四十分，你四十分，这个距离拉开了，对对对，怎么办？真的要用到救生衣了。对啦，想一下，你是员工吗？救生衣，你吗？救生衣。尾牙是什么呀？知道？因为如果没有请到大咖也没关系，对，因为你只要喝酒，他也可以，你的气氛一来。你感觉他就是大咖了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尾牙就是狂喝酒，喝酒就对了。哦，喝酒的喝酒，看那个老板拿什么酒出来招待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时候你就是可以随便点。而且有一些员工他可能不敢跟主管，有时候可能一年下来啊，可能想要提加薪啊什么的，也是要喝酒壮胆才可以，才有办法也忍受了他一年的鸟气。跟老板先混说，哎，兄弟，不可以加嘛，对什么的，烟酒嗓子。对啊，哎，有时候有一些。外商公司他们的公司的产品尾牙说也是摆在现场随便你拿啊，你如果有一些有，我有遇过这个啊，他是烟酒商，他真的烟酒就直接摆在前面，然后什么巧克力什么都摆着啊，都是很贵的哦，我都想拿，对，都想拿出去卖。有一次啊，哈，有一家那个你要有酒牌，有一家直销公司好像都不大，有一家直销公司，他把那个澳门巴黎人那一层 ballroom 整个包下来600多桌，然后我记得是我跟六月去啊，然后呢。不要讲别的，他台下那个 iPhone 有没有？那个白色的盒子，他叠成一座山，然后他也没有，比如说抽到啊张立东啊，张立东就自己出来啊去那个山那边啊自己在捡回收的，对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那因为我们人家在唱歌或抽奖啊，我们两个在坐在那旁边等嘛，对，我们想说我就跟他想说老蔡，我现在去拿个一盒两盒应该没有了，不过分吗？而且你没有，不是我说真的，谁会发现啊？因为那下面又暗暗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说拿一两盒，应该也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拿不行啊，我很后悔我没有拿，不行啊，那个奖品有登记的，他们要登记，要销账。我讲的那个是迎宾的时候，在门口的迎宾里。对，你要拿，要看清楚会不会登记。善意的提醒，到底是喝酒，喝不完的酒，喝不完的酒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四名，有啊，对，炒热气氛呐，但是还是跟大家讲，未满十八岁不要喝酒，而且酒后不开车，理性饮酒，不喝酒，对，要少代驾。好，恭喜二十分，累积六十分，谢谢谢谢。有可能后面有可能是那个公布年终，哎呀，哦，晚上去。想说哎，每个人明年加6%，好不好？加薪，而且也新闻也会报道，说哪个什么航运什么的又有几个月、几年中六个月什么的，大家都想要去那边工作了。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年终第6名，漂亮！宣布年终20分，哎，累积90分了，90分了，哎，差一点点嘛，30分，对，差很多，中计就平手啦。对, 对, 对你中40分的，你中40分，你超过了，是你中第二名，你直接超前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跟你讲啦，除了这个抽奖金之外，还有可以一个东西可以帮自己谋福利，什么？团康游戏。哦，对啊，他有的是个人，比如说喝酒比赛啊，或是会员权限啊，或者上来唱歌，唱歌一个6000，6000啊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7名，有趣的游戏，而且就大家上去。
去玩啊、嗯、你知道每次到中段的时候，现在尾牙有时候会请一些表演团体，他是很会带动气氛啊，对对，然后他们带动气氛就是音乐放了会下去带着大家，有没有然后搭火车到台上，有没有、嗯、对，什么马格莲娜、這個、对，类似啊，然后那个马格莲娜是吗？是吧？现在有这个东西，有啊，他要然后跳成一圈啊，这样子啊，有有趣的尾牙游戏，有趣的尾牙游戏，恭喜三十分、yeah ，现在平手，平手了，平手了，关键关键，你们这边高学历的，你们怎么会跟人家打成平手？谁拿到第二名，谁获胜？来一个吧，我觉得是不是？高材生什么都不知道，竟惨遭敌人狠摔翻。四维八德中的四维是哪四个呢？温良恭俭，哎，不是。pass， 下一题。旅游胜地长滩岛位于哪一个国家？啊 pass， 四维八德，四维八德，来一维，你想一想，对，长滩岛在哪里？我，对啊，我出去找找。很凶。平手了，关键关键，你们这边高学历的，你们怎么会跟人家打成平手？谁拿到第二名，谁获胜？来一个吧。我觉得是不是上菜啊？哦，谁会记得？我就讲了，谁要吃那个粥？你以为我是来吃饭的吗？可是重点是这么多里面应该有要吃饭吧？因为天天是吃东西啊。对，然后有时候长官致辞又很久，我就坐在那边等到。而且有时候其实订哪一家餐厅也是很气派的一件事情。对啊，对，员工应该想说，哦，今年吃什么？五星级的饭店、嗯，对不对？就去的是五星级，我傻眼。五星级、啊，有省钱了，有省钱。听错，五星级。期待今天晚上的菜色。不会，他这样有可能说不定中到一个最冷门第八名哦、欸，也是分数，因为他现在不是二就八就几分嘛，没有，还有别的，然后别的美食。美食啊、哦，这个看今天是什么样的菜色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Oh my god！ 第二名，是这样，有了亲友会慰劳员工的辛苦，所以真的是去吃饭的，真的是还是很重要了。如果菜很难吃，真的会生气。因为我跟你说，其实每一间公司的制度不一样，有一些公司呢，它是大奖大家抽。但有一些公司它会分，对啊，比如说你的等级到哪里，你就只能抽。有什么新进一两年的不能抽？对啊，如果今天你是新进员工，你也知道大奖没你的份，那你能干嘛？吃个痛快，对，就看美食在哪嘛，对不对？有喝酒应该就要有吃啊，对啊，包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我进饭店坐下去，我直接说我的通通打包。啊！我牙蟑螂不是，因为同事婚礼蟑螂也可以，因为同事一定不就是已经有的人去根本不会吃，是为了喝酒。对，哦，我就吃别人的，然后就自己打包自己。很棒啊！对，那你干脆整桌打包好不好？没有，所以你看我都没有尾牙，你们好了，恭喜获得四十分，130分了。哦，130分，另外一边是90嘛，对，这30分给他，他也赢不了。没错，哎，对不对？再给你们，如果猜的话，你们会想猜什么？变装吧。对，其实就像变装，就是立冬讲的，还第八名，主管或同事的表演，有的你出来表演也是会有一点奖金，而且平常主管那么凶，哎，竟然上去变装，然后给我穿个超人装，内裤外穿，我们会觉得很好笑啊。还有那个叫主管，男主管穿那个天鹅装。对，还有女人，女人主管扮那个 Elsa 也都有啊，拉近距离的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呢，高潮迭起队130分，恭喜获胜。哎，可以进入我们的海淀终局之战。好，最后这一段呢、啊，也就像那个尾牙的 bonus 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加码，你可不可以拿到我们100,000元家电大奖？就看现在了。对，你今天如果获胜，可以得到50寸的4K 液晶显示器，还有钢板变频3层冰箱，陶瓷式电暖器，微电脑后厨电子锅，无线马达吸尘器，
总价值超过10万元。如果你赢了，通通都给你。对，而且不用抽奖，直接带回家。对，哎，刚刚那一段好像我们最后在念什么感谢赞助单位，还有今天的奖品，很厉害。然后接下来介绍长官啦，所以要先恭我们厉害的官组。首先，方慈生，国家高考营养师，台大食品安全研究所硕士。再来，江大成也是毕业于台大，现在是一个青年创业的电商 CEO。好，江董，好，江董跟方总，好，要来加码了。哎，要来加码了。但我跟你讲，不好意思讲，我们方总哈是高考营养师，对，7%啦。但前面有人说一个门萨的2%，2%。哎呦，有机会会对决一下，黑卡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大天应该也知道我们的规则，两边各99秒，答对了赶快换对方答题，答错要继续时间倒数。了解，先归零就输了。好，哎，不会的就 pass， 不然那秒数一直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对，那依照惯例了，我们来宾先来答题了。好的，一人一题。好，老师请出题。虎咬猪是哪一个台湾小吃的别称？ pass。 下一题。人性本善论是哪位古人的主张？人性本善，那个孟子。正确。台湾机体电路公司的创办人是谁？张忠谋。正确。加拿大国旗当中的枫叶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正确。儿歌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个什么呢？老太太。正确。棒球运动中本垒板是几边形？本垒板是五边。正确。西游记当中孙悟空被压在什么山下500年？五指山。正确。高尔夫球中低于标准杆两杆称为什么呢？一狗。正确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几月下扬州？3月。正确。湿蕊是指遇到酸时会呈现什么颜色？红色。正确。跆拳道入门阶段是什么颜色的腰带？白色。正确。生态保育区高美湿地位于哪一个县市？台中。正确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下一句是什么呢？留取丹青照汗青。正确。热兰遮城是台南哪一个古迹的旧称？安平古堡。正确。煮水煮蛋时加入什么会比较好剥壳？盐。正确。一代宗师叶问擅长什么拳法？咏春。正确。有屏东黑珍珠之称的是哪一种水果？莲雾。正确。英文缩写 WED 代表星期几？礼拜三。正确。知名韩星孙艺珍的丈夫是谁？玄彬。正确。我老婆与我哥哥的老婆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我老婆与我哥哥的老婆亲戚关系。下一题。pass。 下一题。日本童话桃太郎主角是从哪里生出来的？那个桃子。正确。好，时间暂停。日本的冷静的。我尽力尽力。最后那个是什么关系？走礼啊。走礼。走礼啊。走礼啊。你一定答超快的，很厉害。但亲戚关系也是。我老婆跟我哥哥的老婆是妯娌，为什么会有亲戚关系啊？就当宅啊，当宅啊，妯娌关系、啊。妯娌关系啊。首先第一个，虎咬猪。嘿。挂包，外面的面包很像老虎的嘴巴，那中间包着猪肉，所以就是虎咬猪挂包。尾牙的时候会吃挂包啊？对，尾牙的时候可以吃吗？对，财运会变好。带财啊，尾牙请吃挂包，这个虎咬猪。对，那其实刚刚其实都答得非常好，很棒哎！一狗他也答对啊，对，答对，低于标准杆两杆，对，低于标准杆一杆的就是 birdie， 然后低于两杆哦，很厉害，就一狗，低于三杆更厉害，叫 double 一狗。哦，那像石蕊试纸呢，是拿来就是它就是很简单，就物理性的拿来检视这个东西的酸碱值。酸碱。对，那如果呢是低于 4.5 的话，石蕊试纸会变红色。那如果高于 8.3 呢，石蕊试纸会变蓝色。哎哎，都答对耶，很厉害呢。对呀、啊，而且只差哇16秒而已，大概等一下想的时间稍微短一点啊，哈、哦，那他再错个两，有差不多就回来了。了解。那按照节目惯例，想要请问一下。要换人吗？换，门萨，门萨单挑，两花人，两花人，两花人。谢谢，不要被影响，不要紧张就没事。准备了，那哪边发球？哦，我们关主这边先打。关主先哦。好，准备好了哈。老师，请出题。请说出圆周率到小数点后第四位。3.1415。正确。四维八德中的四维是哪四个呢？温良恭俭。哎，不是，
pass。下一题。被称为天使之城的是美国哪一座城市？洛杉矶。正确。标准作业流程的英文缩写是什么呢 ？SOP。正确。SHE 加上 F 四总共有几个人呢？七个。正确。股市当中三大法人是指投信、自营商以及什么呢？外资。正确。刘德华笃信佛教，请问他的法号是什么 ？Pass。下一题。酿酒用的水不能含有哪一种矿物质？啊 ，Pass。下一题。花朵是属于植物的哪一种器官？生殖器官。正确。中国四大发明是造纸、火药、指南针跟什么呢？活字版印刷。正确。旅游胜地长滩岛位于哪一个国家？啊 ，Pass。下一题。妈祖身边的护驾除了千里眼还有谁呢？顺风耳。正确。有钟表之国之称的是哪一个国家呢？瑞士。正确。药学著作《本草纲目》的作者是谁？华佗吗？下一题。梅花湖、奋起湖、嘉明湖，请问哪一个不是真正的湖？啪！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对。太紧张了。时间是到了。《本草纲目》是不是李时珍？李时珍，对。多出去找找。首先，很凶，真的，我是太宅了。首先，四维八德，什么八德？李伟，你想一下，对啊，四维八德太紧张了。礼义廉耻，有什么共同的校训嘛？对，那八德当然就是我们的台北市的路名了，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，对。那像刘德华呢，笃信佛教，哎，他的法号有，你们知道吗？他的法号叫慧果，对，因为他小时候爸妈常常去拜拜，后来呢，经过朋友介绍，华宅就皈依佛门。那他是在台湾的灵岩山寺已故的这个妙莲老和尚的弟子，所以他的法号叫慧果，智慧的慧，果实的果，对，灵岩山在埔里，南投埔里那边。对，那酿酒用的水不能含有哪一种矿物质呢？是铁。我们通常酿酒用的水啊，不是山泉水啊，就是矿泉水。那其实里面呢，可能含有钙，含有镁，这些矿物质会影响酒酿出来的浓淡。可是唯一一个不能有的矿物质就是铁，因为这个铁会产生颜色，破坏酒的味道。所以你要注意，酿酒水千万不能含有铁。不能有铁。对对对对，那。长滩岛在哪里？对啊，他们之前不是菲律宾当时总统杜特地嘛，他就说哎，禁止大家来玩，我就是要把这个长滩岛的生态环境给他维护好，观光钱我也不赚，有没有？就好像修岛修了几年的样子，然后还有这个《本草纲目》就是李时珍，对，好，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差一点点，关主有成功了，帮我们守住这个。你答对很多，厉害。是，啊，可惜于婷没有这样发挥到，对不对？刚题目你也都会嘛？大概50，应该要换他。看我队友们这么厉害，反应超快。对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下次再来挑战，下次再来挑战，对对，好。哎，那海巡署今天的业绩怎么样？我根本真的很想打气走失。对，我们要演小丑。无比说不，对对，勇敢说不，对勇敢说不，好。哎，长官，那个题目都，其实我们刚刚在台下，我们没有一题是不会，真的很假的，真的很假的，你们两个可以作证，真的。我跟你下次一定要上。他不是只会查气走失而已，他可以站哎，他要是没有一点聪明才智，怎么查气走失？也是，他可以就是要走出去，我以为是靠鼻子，是牛犬，那是警犬，他是走路。你都会哦，十七名呢，对啊，哇，你以为他那么多妹是看外表吗？没有，幽默跟聪明，聪明，对对对。那你希望制作单位下次可以再发立冬，让他难看，拜托让我血耻，对不对？没问题。好，当然也是谢谢我们两位关主，谢谢，也谢谢两位热情的参与，还有观众朋友您的收看，我们百病智多星，一起动脑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